大家好，最近一直活在五六十年代，好久没有过都市生活了。放假一天，我和小辣打算找一个周边的城市逛一逛。哎呀，没接脖子，我今天忘了，好黑呀。头上文明旅游，送南京美食，现做攻略。做了三分钟攻略之后，他就睡着了。我虽然也很困，但是完全不想睡觉。我有那种小学生春游综合症。我那一发个照片，每一个人照片里面，总有几个那个朋友或者同学讲，哇，全是美女，异性缘挺好的，还全是美女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有两个男的，我他喜欢我，喜欢的不得了。司机大哥一路上都在分享他的感情史。挺好的。小车，他不能坐，哦，这环，那算了，走路吧。哇，大象，哎呀，然后今天最后长臂猿，还有，还没长老，到了我最喜欢的长颈鹿园区，长颈鹿一家。哦，这个淡水鲨怎么看起来笨笨的？里面这黑的还有点像那个《驯、龙高手》里面的黑吧？啊！真的复杂，恋爱的故事有多傻？大胆假想。今日吉祥话，大麦。还能做一个吗？你好。你去四校飞校一个。快乐的童年，你走，走一下就够够吃。你去管人要小零食。给我吃一口。你好，可以给我吃一口吗？哎呀，他自己来了。好磕吗？好磕吗？走啦，你爸说，他磕不好点儿。骑行开始，走喽，出发！北京东路的日子，舒服。这条街上面太多人排队了。有没有办法避开人群？我们让他开船走。走吧，我有游艇带你出去玩。粉色火烈鸟游艇。单手单手。太帅了，有点太帅了，真的有点。我还是第一次坐游艇呢。太帅了，我们的游艇太帅了。能把童话变神话，爱乘以无限大，爱上的皮皮擦，生命就是浪，决定今天一定不错过20000步，17955步了，现在是快了，还有2000步，对。
就我俩属于那种谁也不说累，咱就是走。一到两万步，一屁股坐到面包店里，走不动了。我们的特种兵行程结束，祝各位也能劳逸结合，拜拜。寒冬腊月，更显疲惫。出门了，先接脖子，脖子黢黑，看出来早上是真着急了呢。着急。好好看，这个光。欣赏到了你刚刚进来上就想看的玉兰牛肉锅贴，还行哈，我刚才吃也还不错，很香香。梅花糕吃上了，据说去玄武湖，哼，啊，不好意思，开了游艇了，粉色游艇，怎么样，开心不？开心。晒太阳了，太 chill 了，家人们，谁懂啊？挺吉利呀，这数啊，那2366，行，拜拜，拜拜了，哎呀妈，累瘫子了，累瘫，明天继续干活呢，走了，拜拜。